您呢一定想不到，把一个炒肝做成了个招牌，开火了这家小店，而且天天排队。十秒明哥教会你，猪肝切片加盐胡椒粉料酒和淀粉上浆，猪肝汆水去腥，蒜蓉是炒肝的灵魂，用这款小机器既快捷颗粒还均匀。熟肥肠切滚刀块，锅加水放肥肠加葱姜八角煮两分钟剪出，放入猪肝，加生抽老抽盐和胡椒粉调味，放入蒜蓉和香醋，淋湿淀粉至汤汁粘稠出锅，加过香醋的炒肝再带上这胡椒和蒜蓉的香气，嘿，顺着碗边喝上两口，真是个地道，绝了。您呢一定想不到，一个普通的白菜帮也能做成个招牌菜，并且还桌桌必点。十秒明哥呀教会您。重点一，芥末面用热水冲开了，搅拌均匀，封上保鲜膜，焖上一晚上。重点二，准备这小嫩白菜，一片一片的掰开了，洗干净，开水烫一下，烫至断生捞出，放入焖好的芥末、盐、白糖和白醋，揉搓均匀了，一片一片的卷起来，码在这盘里，浇上芥末汁，封上保鲜膜，放冰箱里冰一冰，冰凉了装盘，淋上芥末汁开吃。冰凉爽脆的白菜裹上这酸甜过瘾的芥末汁，嘿，一口两个，绝了。